带节奏。啊，我给你们这个，就是我们在地震中跳舞啊，就是地震中跳舞啊。给你们跳一个古典舞啊。给你们跳一个，你们选一下。谢谢耀哥给你们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胡延旧还是走江南还是凉凉，选一下吧。画心。此心何心，红颜
谢谢地震，不要再说地震了好吗？你们记得512地震的一个女孩吗？是把腿给摔断了，然后她特别喜欢舞蹈。就是虽然我没有摔断腿，但是我也热爱舞蹈，希望你们支持一下我好吗？她热爱的就是古典舞啊。然后我把她的梦想给实现了，希望大家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谢谢。老哥，好，给大家画跳一个比较长的吧，跳画心吧。这么几年，就像在转眼间。太长了。
我的关注，赔我的牌子200块钱呢，摔断了，赔。就是因为给你们跳舞，赔我，赔我。好，大家点一下关注啊，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希望大家喜欢古典舞啊，谢谢只为你的美哥哥。古典舞是适合欣赏的，谢谢。然后我就要下了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还差一点点关注，哎呦呦，点上去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不管地不地震啊，咱们还是要点一下993的关注的啊。然后我今天就要下去了，大家把花花都走一走，拜拜。